大家好，我是天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哦，好，冲啊！赶去拯救他们了。Let's go see if there's any other way into the village. 资讯速度有点低。哎，我在看清书本上面的。可是我刚刚看还好啊，你们看过那个吗？回家来了，哎，哎，不好猜一点。一下这样立刻打死，给我多点神器补血吧。Look at those defenses. They sure don't want anybody getting near the village.哦、好快啊！哎，嗯，先去解决弓箭手吧。我在那个台子上面的时候是不怕被火力镖打中的。太难闪了啦，三只远距离。感觉在这个地方开大又有点浪费。怎么办？怎么办？总之，我先一样，先去把弓箭手做掉，然后再绕圈圈看看。耶、yeah! ！抓到一个时机下来。补点，哦，这超难的。超难。
紧，要不延迟发射。算一次的时候就还好。算我在这边开个大好了。哇，为什么这两只没死啊？来不及躲，冲冲冲！好。玩上面，哎，怎么会卡住嘞？没有没有，妈说不打就闯过去。好险好险，哦，这边过了，我觉得我要闯过那一只。哎，来，我卡在这边已经经过16分钟了。我先打他一圈的，开个龙卷风看看好了。啊，通过啊！啊，终于通过了。哎，那边不是安全的吗？陷阱超阴险，啊，没躲掉嘞，讨厌，又卡住了。喝个饮料，
过了。补血？怎么才不在啊？你给我补太少了吧？啊，最起码过检查点吧。Wait here. 啊，这个要怎么打？两个这样配合太强了，在哪有我攻击的空隙啊？回力镖那只先处理吗？它很难处理耶、欸。处理掉了。哎，哎，这里居然有个开口。居然有个开口，我之前没有发现。大嘴给他下去，我很怕之后下一个阶段会卡住，我又会回来，因为这个应该还没有到重生的地方。哎呀，落地就被打死了。怎么打的我都不知道。然后就送他一个大绝了。
闪掉回力镖，然后送上一个大。玩台三星忘记看台，你在玩什么？我啊，他从这边。他没有来得及连击，还好。压死你！所谓要跳顶连击吗？我不知道。这边要怎么办呢？过了，终于，There's another gate. No tanks guarding this one. Yeah, but that's a lot of goblins to fight through, and they look tough. Well, I was thinking. See these broken icicles?I wonder if you could bulk up with these rather than relics. They're about the right size. The doctor says that's not possible. The arcane energies of your chest orb can interact only with the hyperdense material of the relics. The doctor says. Well, I say let's give it a try. What's to lose? See? Nothing happened. That one moved. It did?Okay. Cool. Ooh, I'm getting chills. Off for more.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